你现在纠结点是什么吗？我对这个人有好感，我跟他未来可能会在一起，但是至少不是现在，真的需要时间。他可能不是3个月，可能是还要1个月，可能是更久，但至少，就反正不是现在。而且我怕，如果他去了我没去，他就可能不想要再跟我联系了。他也怕因为这个事情错失了疯子。明天能不能改这个题目？你今天晚上先好好休息，我们今天回去也商量一下，我明天再跟你沟通一下这个事情。行，那你去吧。因为我谈恋爱真的是挺谨慎的，我不是这种随便遇到一个人觉得啊，这个人挺好的，跟他在一起吧，我不是这种。所以我就觉得，那我还是要给一个时间，给双方彼此了解，然后再在一起，会是对双方比较好的一个，就是负责任吧。